下去就咬，哎，我有咬，哎，好，中，两只都中。哦，抓进来。我现在人在桃园永安渔港，好看一下，我第一次来。然后今天坐的是海福号，黄船长，都是第一次见面。那因为这个没有玩过的钓法跟钓点，我就非常有兴趣，所以如果船长你有在看影片，可以在我下面留言，或者是私讯我这个脸书的粉专。然后今天的目标鱼有点大，所以今天的游戏不是一就是零，意思就是不是打龟就是中鱼。有啊，这边叫我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为什么？你看起来不小啊。比较幼气。哦，小朋友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有什么钓什么，但我的目标就是鲈鳗，就是石斑。那所以今天的给息都很粗哦，30号到60号的直线。我今天终于用了这个Shimano 的6000MD， 我买了大概8个月吧，一直放在橱柜里面都没用。今天终于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开光。我们的终极武器 Taco 没买到，但是船长已经准备好活了，看看。巴拉哦，哎呀，巴拉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啦。这个红干嘎拉都爱啊，万能饵啊，万能饵，对。今天用这一把 HR 的富海，好，200号，210公分，7尺，质感真的不错。然后上面还有夜光涂层。上次夜钓黑大木，我就感觉这把竿不错，很有质感。今天看看能不能带来好运。今天很特别，有船长他来帮我绑钓组，然后饵料也是船长来提供，所以我这个是专门来体验的。冰箱我也没带啊，有啦，我带小冰箱放饮料。今天有中到。目标我们不管什么鱼种，先抓个20斤就好了，可以吧？这样比较没压力，黄船长。嗯哼，你钓什么鱼都一样，都要流程。UV 就对了。不是，它就 UV 啊，它主要它鱼拉扯的时候，它还是会动，还是会动。你越大的鱼，它更会动。嗯哼。另外这个 ND6000 啊，一锁就很紧。嗯哼。啊，对，线还没有穿。我也拿你这个，我刚破了一个脑袋，破了。再拉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大概都 set up 好。你看那边不够，线不够。我就是说，第一次用的6000MD， 然后上了 MFA 的 Apollo， 这个是10号的 B 箱，测试好，看会不会断哈。然后我们今天用1斤的铅。然后待会就是篝火鱼，这个船长他们都弄好了，大五钩。这里大，我怕他吃不下去。哦，这样。斜刀条。斩哦。动。回头刀。哎呦。有到大吃，蛮大大鬼。
加油！全车是吧？宁愿断杆也要拉起来。船长终于哦，目标物快到了。好大只哎、欸！没有没有，他往那边跑了。大海里。上来又出现，来了，出水了，还好来哦，不大事。三大物就是这样，久久来一个摇晃，喝点水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点，这个是沉船，你要看看有没有红竿或鲶鱼或者其他鱼种，好吧？已经有两艘船在那里了。到底拉两米，现在水深多少啊？啊？中鱼啦！边那应该没什么力吧？哎、欸，一样嘞、欸，在这里，现在多奇怪！哎、欸，可以哦。大概六七斤吧，对，差不多。要丢哪里？先放旁边去，先卖够了，好，要下班。我船长这种鱼。你现在在沉船上面吗？高两米哦，高两米，高两米。安走哎、欸，深海安走。掉了啦！啊，你也掉了？低掉，怎么刚刚还在走呢？低掉了。你说嘴巴裂掉了、喔？哇，我第一次看到深海红草哎、欸！赞赞赞赞赞赞赞！
交给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哇，大。好，快点，没有聊，大家起来。我来吃了，好好听。要放下去吗？凹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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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放下去啊？臭鱼。哦，我刚才咬了一下。看着没有卖到底不能吃哦。什么卖到底？看着如果再弹都不要理它哦，一定要插下去才可以开枪哦。刚刚咬了两口。没有，现在又高我三米哦。好，好，又要在三米。我还以为我的跟你的可能传到。又昂轴啊！哇，又是昂轴，红红的。那就分那么少。红潮。富贵险中求啊！又要在边缘徘徊。这个是咬痕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这个不能用了吗？还可以用吧？我以，我就说它抖抖抖抖抖没有凹下去啊。要等啊，有咬它的有咬了。我也没有碰它，但是对啊，有咬啊。有咬痕。等下继续用啊，我怕你们等下饵不够。够啊。够吗？差不多啊。这看起来是多少只？哦，有四。可以啊，应该是昂轴，又是昂轴，同一批了。来，再两米。然后上面有鱼花呢，就沉船的上面有鱼啊。哦，你说贴着沉船啊？它比较高一点。哎，来，再下去。好，没吃过。再两米吧。它这个乐天模式，它自己会调那个拉力值。耶，要中鱼了！感觉是什么鱼？红竿。比较像扁。哇，钓住哎、欸！你看，它自己会钓。所以我说它这个乐天模式蛮好用的。哎呦，还是嘎啦。耶、yeah, ，希望能够过二十斤。看我的。这样我操！哦，你哦，我到二十有啊！拍照拍照。要拉还是你自己拉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太棒了，可以拍照了，记录鱼。记录。要不要帮你拍照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记录鱼，记录鱼。有钓过那么大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上次钓那个最多才七斤还八斤而已。这个size对我们来讲还是小朋友。是哦。真的哈，没骗你啊。干，你们太那个太奢侈了啦。哎呀，哦，软软的。哎，对，它不会。它屁股抓尾巴就好了嘛。哎，对。Yes。舒服。这个还算小、啊，这还小哦！你们太你们被养坏了啦，养坏我们习惯。你别笑。然后那他没有咬得很沙呢，他只是抖了几下，我就先开了。想说先收看看。但是你运气好，不过他吃大嘴角而已。他吃东西很喵哦，很喵，每一只耳喵。哦，你的下去不是我们下去是吧？我刚刚以为你是下去，我把它放下去。
要杆子下去。哦，是杆子下去。我传授一点运气给你，看能不能等一口都咬走。啊，就差那压杆了，咬就是咬钩子。你说那边那多大、啊？你自己看呐、啊。安内啦。那边那多大、啊？看一下受伤的鱼。咬不进去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你看呐、啊。钓这个最刺激的就是这一种，看杆子凹下去的感觉，而且也不晓得是什么鱼，感觉还蛮粗的，感觉不像鲶鱼啊。好，拉线，抓线，这边走掉的。啊，昂走。好啊，哦，真的好贵哦。粗哎。哦，这个就没办法抓了，这有牙，你们都没有拿那个夹鱼器哦。我用这个夹，用钳子夹哈。好，谢啊。哎呀，就放在那里就好。深海红潮摘尾。这线还能用吗？哦，所以它刚刚有钻进去呢。对。对啊。要换掉。哦，这里也有磨哎。哦，磨到前岛来了呢。没关系，我来就好。你去忙你的，你去忙你的。等一下你那个钓的。决定来试一下鬼刃的 GB01， 进来噶，进来噶。来，再一米，再高两米哦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赶快。啊，下去就咬。这么厉害。吹到底还是有浪上来。哎，我咬哎、欸！哎，我咬哎、欸！啊，中中中中中中，两只都中！哦哦哦哦哦！哦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！哎，有点像红杆呢、欸。鲶鱼啊！没有，没有中吗？没有。哎，跳剑啊！两只在那船电没电，是哦，我已经放高了。不过你咬完之后就来咬我了。哦，抓起来！哦，这用网子来搭够，要拉吗？哦，你要抓塞。哇，专业专业专业！进来进来！呜！
哦，自己扶起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呜！快点，快点！我想再大开一趟鱼目标地。哦，两只一样大的啊！怎么样？我看是几号？鬼刃龙太郎 MFA Apollo 4号卡巴，轻松挡来呀！轻松挡是什么意思？有轻松挡啊！轻松挡是什么意思啊？从船上轻松挡啊！哦哦哦哦，还活着啊！我这一只活好好的。轻松挡哎！哎呀，哦，还剩几呀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流变了就不咬，这些鱼真讨厌。好了，我们钓完了。今天这个永安半职业船初体验，我觉得我自己算很开心，因为我中了纪录的鲶鱼，而且还中两只，应该都我也不晓得了，十七八斤吧，他们说。然后还有红草，好了，我们回港了。感谢小朋友带我来这个体验半职业版。然后我要问一下船长，船长，我这个今天半职业嗨咖有几分？帮我打个分数，100分这么高，你别笑，没有打到十班嘞。你这样我不下次我不知道往上十班要下次啊。哦，对啊，今天没有。我80分都给太高了，我觉得今天有及格，至少有中鱼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来找这个船长再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啦。